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定理，叫做虚根成双定理。这个虚根成双定理用在什么时候？用在实际数的方程式。如果是实际数 n 次方程式 n 次自然数，就是正整数了，一次两次三次都可以，几次 n 正整数都可以。那如果这里呢是一个复数，就是 a 加 bi， m 是实数的话，它是 f x 的一个根的话，一个根的话，那 z 大 a 减 bi 那也会是 f x 等于零的一个根，如果 z 是 f x 等于零的根， z 大也会是它的一个根。那我们要来证明这件事情。那证明这件事情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个引领，就是之前有讲过的这个各位复数的部分，z 是 a 加 bi， z 大是 a 减 bi， m 是 bi， 那当它相加以后再取大，跟先取完大再相加这一样，先相乘完再取大，或者你先取大完再相乘。当然反过来也对，就是你先取大再做加减，你可以先做加减再取大，先取完大再做相乘，你可以先做相乘再取大，相除也是一样的，相除完再取大，你可以先取完大再相除，然后先相乘的 n 次方再取大，你会变成大完的 n 次方。那先大完的 n 次方，你可以先相乘的 n 次方再取大，不一样。当然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说一个实数，那实数它的大就跟等于本身，那自己大就等于自己本身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很简单嘛，因为既然它是实数，那它就等于这个加上零 i 嘛，因为它虚数就是没有。那它的大呢？它的大呢就等于这个减掉零 i。它 d 减掉零 i 跟 d 加零 i 都等于 d 啊，都等于 d， 所以 d 大跟 d 都一样，因为 d 先自己本身就是 d 加零 i， 那 d 大就是 d 减零 i， 那都是 d， 这可以吗？这很简单，所以实数呢加一个大跟没有加一个大是都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证明这件事情哦。好，回到这边来，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设我们的 f(x) 啊，它就长得叫做 a n x n 次方加上 a n 减一 x n 减一次方，一直加到最后 a y x 加上 a 零，长这样。那长这样呢，什么叫做 f(z) 呢？ f(z) 当然就是 a n z 的 n 次方加上 a n 减一 z 的 n 减一次方。我都会加上 a y z 加上 a 零。好，那什么叫做 f z 大呢？那你这 z 大就是把 z 改成 z 大就好了，这不是很容易吗？老师，对，但是等一下一不小心我就讲完了，我要注意听了。好，等一下没有紧张就变模式就变了。来，刚才讲过这些，你想这个是一个实系数的方程式，所以你的 a i 都是实数，i 从零 b 一直到 n 都是，它都是实数，那实数自己就可以写成自己的大，自己可以写成自己的大。那这个z 大的 n 次方可以先写成 z 的 n 次方再大，同样这里是实数，所以它自己一样可以写成自己的大。这个一样可以写成 z 的 n 减一次方再大，这个一样它自己可以写成自己的大。那这个是 z 大。加上这个也是自己可以写自己的大。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，这两个就可以先相乘再大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可以先相乘再大。这个也一样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大加都相加，上面都有大，那你可以先加完再大，先加完那就是 a n
乘次方，加上 a 关 z， 加上 a 零。那这个东西不就是 f z 吗？一模一样，所以它就是 f z 啊。上面还有一个大，那就照样再大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发现一件事哦，就 f z， 如果它是实系数 ，f z 就等于 f z 大。对，各位发现 f z 大 ，f z 大就等于 f z 的大。f z 大就会等于 f z 的大，实系数就会发生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好，到时候我们讲。那接下来就马上证完了。那你既然 f z 是它的一个根，当 z 为 f x 等于零的根，意思就是 f z 啊要等于零。那我们的 f z 大呢？刚才说了证明出来，那是可以写成 f z 的大。可是 f z 就是零啊，现在就是零啊。现在这个 z 就是零，那你的大当然也是零。那现在发生什么事？就是 z 大带到你这个 f x 等于零，也是会等于。那一个等于零，表示你的 z 大就是也是它的一个根，所以你的 z 大也是为 z 大，这个有看得到吗？是吗？这边有照得到吗？有，可以啊 ，z 大。也是 f x 等于零的一个，那不正好呢？对不对？就是你只要 f z 带进去是你，那 z 大带进去也会是你，所以 z 是它的根，那 z 大就是它的根，明白吗？好，那在这个。所以，但是它当然要实系数才有，所以实系数的方程式，只要他说那一个啊，如果实系数方程式有一个三加二 i 的根，那它就有一个什么三减二 i 的根，这样会吗？能了解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他说我是一个三次或者五次、奇数次。实系数，你要实系数才有，都要想实方程式。奇数次的，那它如果有虚根，那就两个一组。可是两个一组呢？因为它奇数次嘛，最后一定会剩下一个或者反正奇数个，会剩下奇数个。那虚根两个一组。那剩下奇数的就是十根了，所以一定会有奇数的十根，必有奇数的十根。那奇数的十根的话，最少就一，所以必有十根。这句话也是对的。奇数次，比如说五次，实奇数就像是，那它一定最少有一个十次根。八次不一定，五十次不一定，啊，它可能两个刚好都是虚根。但是你奇数次两个一组的虚根，最后一定剩下奇数的十根。那奇数的十根最少两个，好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还要补充给你。好，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，如果实系数，刚才这是补充一，就补充二，实系数多项式 f(x) 实
际是我，就是长得像，有点像这个，就是像这个。然后这些 AI 都是14，好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说我说 Apple 3+2i 等于这个7-5i， 那我问你说 Apple 3-2i 是多少？这样，我教你会吗？我这里不要给你，可以写一个 Z。